欢迎来到 HSK 二级标准课程，我是 Rachel 老师。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12课的内容。好，首先跟老师一起来读一下标题。你穿的太少了，你穿的太少了。OK，有问题没有？好，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进行今天内容的学习。好，首先我们来一个 warm up。哎，我们将图片和词汇一一对应一下啊，match。好，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做。哎，第一个，哎，你来读一下，你先来。妻子，对不对？妻子啊，wife，妻子。哎，我们选择 B。OK，it's Mary。好，第二个。睡觉啊，睡觉，sleep，睡觉。哎，我们选择啊，D。OK，好，第三个，房间，房间，哎，对不对？Room，房间。好，我们选择啊，A。OK，好，非常棒。好的，第四个。下雪，下雪，oh, it's snow, right? 好，我们选择，哎，E，好，非常棒。好的，第五个，哎，第五个，起床，对不对？哎，我们之前有见过，起床，get up，起床。哎，我们选择，OK，我们选择 C。好，起床。好的，哎，最后一个啊，我们刚才是不是建了一个房间呢？我们刚才见到了房间，那么这个是房子啊，房子，house，房子啊，house。OK，好，我们选择哎，F。好的，非常棒。好，那么下面。哎，我们一起把这个动词加上宾语啊，add an appreciate objective。好，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做啊。好，这里有一个 example。哎，学汉语啊，学汉语。好，我们一起来做。第一个，说什么？我们可以说。说中文，对不对？哎，我们可以说说中文，好，说中文，OK，好。第二个，哎，我们之前也见过，开门，对不对？哎，开门，好，开门，好。下面呢，准备。啊，我们可以说准备考试，哎，准备考试，prepare test。好，下面读，哎，读什么？我们可以说读书，对不对？哎，book，read book。我们还可以说，哎，newspaper，啊，报纸，读报纸，对不对？OK，好，读报纸，哎，好。下面下一个，next one，找啊，找什么啊？找朋友可不可以？哎，找朋友，OK，look for a look friend。好，下面学习，哎，学习什么？我们可以说学习。哎，学习中文可不可以？哎，学习中文，好的，非常棒。好，那么下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内容的学习啊。好，首先我们也是先来啊，看一下单词。哎，老师带着大家看一下这个单词。哎，这是一个今天的重点，an important point。好，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哎，跟老师一起来读的。的，
哎，我们之前是不是学了一个这个的呀？哎，上节课我们好像学了一个这个的，对不对？It's different。好，我们后面 we will learn it after。好，我们后面呢会学到这个，它们有什么不同啊？What's the difference？好，那么哎，再来跟老师读两遍的。I use after a verb or an adjective to introduce a complement of result or degree。好，那么一会儿我们来学一下啊。好，先来跟老师来读一下这个课文啊。Here's A and B。OK，好，跟我来读啊，跟我来读。你每天早上几点起床？啊，我们之前学过了这个每天 every day 啊，每巴拉巴拉，对不对？每天早上几点起床啊？起床 get up，OK，六点多，it's too early，right？六点多啊，6 o'clock，OK，好，你比我早起一个小时。你比我早起一个小时，哎，我们上节课也看了这个比，对不对？好，我们今天呢还会学习到这个比。好，我们一起一会儿再来学习。好，我们继续来读。我睡得也早，哎，我睡得也早，哎的，是不是？OK，的。好，我每天晚上10点就睡觉。哎，就我们之前也学习过了，就对不对？我每天晚上10点就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哎，早睡早起。身体好，OK，好。那么，哎，我们读完了课文，I prepare a few questions，我们一起来回答一下啊。好，第一个问题，listen carefully。B 每天早上几点起床？B 每天早上几点起床？哎，几点起床？6点多，对不对？OK，啊，here，B 说6点多，OK，好。第二个问题，B 每天睡得早不早？B 每天睡得早不早？As early。B 说我睡得也早，对不对？哎，我睡得也早，我每天晚上10点就睡觉。哎，你几点？你每天几点睡觉呀？What's your time to go to sleep？你每天几点睡觉？好的，非常棒。好，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学习一下这个的啊。的，好，我们一起来学习。OK，here，好，哎，maybe it's difficult，但是我会带着大家一起来学习。好，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的是一个程度补语，complement of degree，程度补语。好，那么这里说程度补语。是用来表示程度的，describes the degree of something。好，在形式上常用结构助词的连接程度补语。The structure practical 的 is often used to introduce a complement of degree。好，它来补作为这个补语。补充说明动作进行的程度或者事物的性质状态所达到的程度。
is often used to introduce a complement of degree, which makes remarks on the extent or degree an action or the quality or state of something has reached. 好，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 the for example 啊，这里还说 sometimes the is not used，哎，它有的时候啊还不加的，对不对？不加的。好，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例句，我们就会了。好，跟老师一起来读啊。他啊，subject，他说，哎，说 verb 的，哎，这里就是的了。很好啊，very good，很好。他说的很好，哎，跟老师一起来读啊。他说的很好，哎，好，好，下面第二个，我，哎，subject，right，我起的，哎，起的，这里有一个起的，对不对？哎，I write here，起的，起的，哎，那么刚才咱们是不是建了一个起床呀？So这里的意思呢，就是 the meaning is get up，起床。哎，这里就说我起得很早，I get up very early。OK，好，这里啊，看一下，这里它就是说我起得很早，哎，不说 it's not 我起床很早，我们 in spoken In spoken Chinese, we always see 我起得很早。OK，好。下面我睡得也早，哎，我睡得也早。I get to sleep very early。好，我睡得也早。OK，好。那么这里，哎，老师，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好不好？OK，here I write here，一起来总结一下。主语，哎，subject 加上动词，对不对？verb，哎，加的，哎，加一个形容词 adjective。OK，形容词 adjective。好，这是第一个，哎，这是一个简单的模式，哎，it's easy form。好，那么下面我们看一点点难的啊，more difficult。好，这里如果有宾语时啊，if the verb takes an object。要把宾语，哎，提前。The object should be put before the verb。啊，它要提前，要把宾语提前。Or the verb be reduplicate，或者是重复动词。好，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老师带着大家一起，哎，跟我一起来读啊。他说汉语。啊，他说汉语，He says Chinese，说得很好。哎，这就是我们刚才的啊，动词加的加形容词，对不对？好，我们再来说一遍，他说汉语说得很好。He says Chinese very good。It's same meaning, right？他们都是同样的。意思啊，same meaning，but the expression is different。但是这个表达是不一样的啊，the expression is different。好，那么我们再来读一遍啊。他说汉语说得很好啊，因为这里有宾语了，对不对？啊，it's an object，这里有一个宾语，所以 shall we。We
take the object put before the verb，我们就把这个宾语提前了。好，那么我们来看第二个。我写汉字，I write Chinese character，写得很好啊。我写汉字，写得很好。OK，好，非常棒。好，下面第三个，姐姐啊，sister，姐姐唱歌啊，sing a song，唱得不错。OK，姐姐。唱歌唱得不错，OK，好，非常棒。So we can conclude it，我们就来总结一下啊。主语啊，subject 加上动词，对不对？哎，这里有一个动词，说汉语啊，is sometimes is added。Sometimes it's not 啊，有的时候它是有的，所以我们加了个括号，对不对？哎，我们把它括起来。好，动词加 object，哎，加上一个宾语，加上一个宾语，再加动词，再加的。加上最后的形容词，OK，好，我们来看一下，主语 subject 加上动词，哎，verb 加宾语 object 加上再加动词加的，哎，加一个。形容词 adjective 很好，不错，哎，漂亮，对不对？好，非常棒。好的，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OK，here。好，我们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读啊。In the negative form 啊，在表达一个否定的时候，negative form 要把否定词放在。结构助词的后边啊，the negative word 这个否定词 should be put after the structure particle 的，哎，它是放在了后面。OK，look at here，哎，这里对不对？否定。好，那么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读一遍啊。For example，好，跟着老师一起来读，他。说的不好，哎，他说的不好，哎，那么我们刚才是什么？他说的好，对不对？他说的好，哎，好，下面我起的不早，哎，我起的不早，刚才是我起的早，OK，好，下面。我住的不远，哈，我住的不远，I live not so far。OK，好，那么这个我们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了它是这个 subject 加上动词，哎，verb 加的加一个不，哎，negative form 加形容词。哎，刚才是在这个，OK，here，刚才是这样的，对不对？OK，刚才是这样的，OK，好，这个否定词记住啊，加在这里。好，下面呢，哎，还有一种，我们再来看啊，其实是一样的，is same，好，就是刚才的基础上，on the basis of the before，好，我们来看，它。说汉语说的不好啊，same right same position。好，第二个，我写汉字写的不好，OK。好，下面第三个，姐姐唱歌唱的不太好，OK。好，
不太好啊。It's light. OK，好。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这里，它是 subject 加上动词，加上 object 加动词加的加不，加形容词。OK，it's same position，也是这里啊，也是这里。好的，非常棒。那我们来做个练习，we have practice。我们来做个练习，老师写在这里啊。OK，right here。好，第一个，listen carefully。王芳，汉字写的好不好？王芳汉字写的好不好？OK，does 王芳 write Chinese character good？好，那么下面呢，怎么回答呀？你来说一下，怎么回答？王芳汉字写的。我们可以怎么说？很好，very good，OK。我们还可以怎么说呀？Another answer，王芳汉字写的not so good，不太好，对不对？不太好。OK，王芳汉字写的不太好。好的，非常棒。好的，下面，another question。OK，right here。大卫跑得快不快？大卫跑得快不快？OK，好，我们怎么 run，对不对？好，我们怎么说？大卫跑得，我们可以说非常快，I'm very fast。我们可以说非常快，非常，我们之前是不是学过？OK，好，非常棒。我们做完了练习。好的，那下面呢，我们来看the last one，最后一个，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It's not difficult。好，这里。程度补语的疑问形式，是在结构助词的后面使用。Adjective add 不 add adjective。我们来看，in the interrogative form，在这个疑问形式中啊，is a question。好的，is followed by the structure adjective。不，objective，forming an affirmative negative sentence，它形成了一个这样的正反疑问句。我们来看一下，好，看一下例句啊。他说的好不好？Is good？Is good？好，那么下面，这个我们可以怎么回答？他说的好。他说的很好，我们也可以说他说的不太好，not so good。他说的不太好，OK，好。那么下面，姐姐起得早不早？姐姐起得早不早？记不记得我们上节课有一个 stress and light 啊？它前面这个肯定 affirmative 就是这个。Stress，那么下后面的 negative 就是 light，I remember，好不好？早不早？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你住的远不远？你住的远不远？OK，好，非常棒。好的，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做个练习啊，I write here。
我们来做个练习。好，第一个啊，listen carefully，它汉语说的好不好？它汉语说的好不好？哎，我们可以说它汉语说的，它汉语说的很好。OK，好。非常棒，好的，那么下面第二个，王芳唱的，哎，王芳唱的好听不好听？OK，好，看一下这个句子啊，王芳唱的好听不好听？Nice, good listen. 好，我们可以说王芳唱的很好听。Nice, so good，对不对？OK，好，非常棒。好，我们选的这个的，哎的，好，我们回到课文中啊。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第二个。好，跟老师一起来读一下“妻子”，“妻子”啊，wife，“ 妻子”。好，那么，哎，我们之前它的反义词 “autonomous”，我们之前也学过“丈夫”，对不对？啊，husband，丈夫，妻子。OK，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课文啊。Here is A and B。at a friend home，好，再来点儿米饭吧，再来点儿米饭吧，have more rice，你吃的太少了，你吃的太少了，哎，这里就是的，对不对？哎，你就是这个主语，subject，right？主语啊，这里是动词的，哎，太少了，形容词啊，你吃的太少了，You ate too little。好，好，我们继续，不少了啊，not a little actually，不少了，今天吃的很好。哎，这里又有一个的，今天吃的很好，太谢谢你了啊，Thank you too much，太谢谢你了。好，你做饭做得怎么样啊？How do you cook? Can you cook？你做饭做得怎么样？不怎么样啊，Not very well，不怎么样。我妻子比我做得好，哎，我妻子比我做得好，哎，这里又有一个比。好，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比啊，比，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比，OK。比字句，我们之前上节课我们有学习过比，哎，那么这节课我们看看有什么不同。If a verb takes a complement of degree，如果动词啊它带程度补语，be can be put before the verb or the complement，啊，它可以放在动词前，也可以放在。补语前啊，补语前和动词前。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例句啊。好，这里，他比我学得好。哎，这里有学得好，哎，学得好。OK，他比我学得好。OK，he learns better than me。OK，他。比我
学得好，好，那么我们看第二个，姐姐比我跑得快啊，姐姐比我跑得快啊，sister runs faster than me，OK，我妻子比我做得好，哎，我们都看到了这个比。Put before the verb or the complement，right？它都放在了这个动词补语这个前面，对不对？Before，OK，okay，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啊，它这里是，我们来总结一下，conclude it，adjective 加比加啊这个 be 加上。动词加的加形容词，对不对？他比我跑得快啊，他比我学得好。OK，好，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啊，他学得比我好。哎，这里他放到了前面来，对不对？他学得比我好。哦，好。It's the same meaning. It's same meaning. 好，姐姐跑得比我快啊。Also put before. 姐姐跑得比我快。OK，好。我妻子做得比我好。OK，我妻子做的比我好。OK，好，非常棒。好的，那么这里呢就是，as so we can conclude it，A 加上动词加的加比加 be。加 adjective 啊，它就是放到了前面。OK，它就是放，记住这个啊，remember the position。But it's the same meaning 啊，它是同样的意思。OK，好，那么下面呢，我们来读几个句子啊，我们来读几个句子。好，第一个啊，listen carefully，I write here。第一个，他住的。比我远，哎，所以谁住得远啊？Who live far？他对不对？He，OK，好。那么下面看第二个句子啊，next one。OK，here，大卫比我写得快。大卫比我写得快。哎，所以谁写的快啊？Who write faster？啊，大卫，对不对？OK，好，下面，哎，看下一个句子。王芳没有我起得早。哎，看一下这个句子。王芳没有我起得早。哎，这里加了一个没有。没有，王芳没有我起得早。OK，所以谁起得早啊？Who gets up early？我对不对？哎，我起得早，王芳没有我起得早。OK，好，非常棒。好的，那么我们看完了这里啊，Go back to the text。好，我们回到课文中，哎，老师也是 a questions。Prepare for your questions。好，一起来回答几个问题。哎，listen carefully。好，下面第一个问题啊，A 为什么让 B 再吃点米饭啊？Little more rice。A 为什么让 B 再吃点米饭啊？因为 A 说。
You ate little, a little too little，你吃的太少了，对不对？你吃的太少了。好的，那么下面，哎，看第二个问题，啊，雷霆开会，B 想不想再吃点米饭？哎，B 想不想再吃点米饭？Eat more rice？哎，B 说的是。不少了，哎，That means I don't want to eat 啊，我不想再吃了。今天吃的很好，OK，好，非常棒。好的，下面看，listen carefully the next question。哎，B 做饭怎么样？B 做饭怎么样？哎，B 说。不怎么样，not very well，不怎么样。OK，好，非常棒。好的，那么我回到，哎，下一课，好，next，哎，跟我一起来读一下单词，new word，跟我一起来读啊。第一个，雪，啊，雪，snow，雪，OK，雪。下面，零。啊，零，哎，他们两个是不是 look same, look familiar, right？是不是感觉长得很像啊？Look same，嗨，我们一起来写一下啊，写大一点。All right here，雪，哎，下面它是零，OK，零。Zero 零，哎，上面是不是都有一个雨？哎，I write here，是不是都有一个这个啊？啊，雨对不对？Rain，rainy 雨。啊，四个水对不对？好，那么他们两个的，哎。都是雨字头啊，都是雨字头。好，这样是不是哎更好认一下？好，那么下面哎，我们继续来读。度啊，度 degree 啊，今天多少度啊？今天多少度度？OK，ask weather，right？今天多少度？好，下面。穿啊，穿，我们之前学过穿，我们说了穿衣服，对不对？To wear, to put on，穿衣服，穿。好，下面进啊，进，to enter，to come, go in，进门啊，come go in the door, enter the door，进门。OK，好，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课文啊，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读。A and B，好，跟老师一起来读。下雪了啊，下雪了，It's snowing。今天真冷，It's really cold today。下雪了，今天真冷，还冷，cold。我们之前也学过，有0下10度吧？啊，有0下。10度吧，啊，10 degrees below zero，啊，0下10度。OK，好，是啊，你穿的太少了，哎的，对不对？是啊，你穿的太少了。我们进房间吧，I let's go inside the house。我们进房间吧，OK。B 说："好吧，All right，好吧，哎，好，不错，哎，我们一起来回答几个问题啊，回答几个问题，Listen carefully。第一个问题，今天天气怎么样？啊，今天天气怎么样？OK，哎，A 怎么说的？A 说下雪了。"今天真冷，下雪了。今天
真冷。好，第二个问题，next question。今天几度？啊，今天几度？What degree？有零下10度吧？I'm so cold, right？有零下10度吧？好的，非常棒。好，那么下面我们一起继续来看这个课文。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单词啊。第一个，跟老师一起来读啊，跟我读。弟弟，哎，弟弟，我们之前见过了。哥哥啊，姐姐，对不对？我们之前见过了哥哥、姐姐、弟弟，就是 younger brother。哥哥就是 older brother，right？OK，、okay, 弟弟。OK，好，非常棒。下面。近啊，near close。刚才我们是不是也读了一个近啊？But it is different, the same pronunciation, but is different meaning. OK，刚才我们也读了这个近，但是它是 intercom 的意思，这个是近。好。那么它的 autonomous 就是什么？远，对不对？distance 远，distant。OK，好，非常棒。好，那我们来读一下课文啊。哎，跟老师一起来读。你在忙什么呢？啊，你在忙什么呢？OK，what are you busy with？我弟弟。让我帮他找个房子。哎，我们刚开始 at the beginning we see saw this word 找，对不对？OK，find。我弟弟让我帮他找个房子。哎，这个帮我们上次可以学了，help 帮助啊，帮忙 help。好，现在他家。离公司有点远，哎，这个离我们之前学习过，离 from，好，He now lives far from the company，有点儿，哎，有点远。现在他家离公司有点远，OK，好，下面住得远。真的很累，It's really exhausting to live far。住得远，真的很累。OK，好，是啊，他也希望能住得近一点儿。哎，又是一点儿。是啊，他也希望能住得近一点儿。OK，好，非常棒。哎，我们回答几个问题。OK，好。第一个问题，the first question，listen carefully。好，B 在做什么呢？啊，B 在做什么呢？B 在做什么？B 说：“我弟弟让我帮他找房子啊，找个房子，对不对？我弟弟让我帮他找个房子。”好，非常棒。下面第二个问题，家离公司远，好不好？哎，就是我们刚才学的了，家离公司远，好不好？It's good。啊，这里 A 说住得远真的很累啊，is bad, right？就是不好，住得远真的很累。OK，好，非常棒。我们学习完了课文和单词，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啊。哎，这些我们刚才都学习过了，一会儿呢，最后啊，我们再来复习。好，那么这里呢，我们哎来看一下 role play dialogues，我们可以change A and B。好，那我们一起来回答最后这几个问题啊。好，第一个问题，他。为什么每天10点就睡觉？啊，他
为什么每天10点就睡觉？哎，他说早睡早起身体好，对不对？OK，早睡早起身体好。好，那么第二个，他们家谁做饭做得好啊？Who good at cooking？啊，谁呀、啊？我妻子，对不对？I'm my wife，我妻子。好，非常棒。下面呢，下一个，今天天气怎么样？今天天气怎么样？哎，他说的是下雪了，it's snowing，下雪了。今天真冷。好，下雪了，今天真冷。好的，下面呢，他这两天在忙什么呢？他这两天在忙什么呢？他说：“我弟弟让我，哎，让我们之前学过，让我帮他找个房子。”对不对？Find a house，找个房子，house，OK，好，非常棒。好的，下面最后，他弟弟为什么要找新的房子？啊，他弟弟为什么要找新的房子？哎，怎么说？现在。他家，哎，his home 离公司有点远，对不对？A little far。有，他家离公司，哎，离公司有点远。好，非常棒。现在他家离公司有点远。OK，好。哎，那么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填一下啊，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填一下。OK，here，好，第一个啊，sing a song，right？他唱的，哎，比，对不对？怎么说？他唱的比我好。好，下面呢，第二个，爸爸开车开的。哎，比，我们可以说比妈妈好，对不对？啊，better than mom，OK，爸爸开车开的比妈妈好。好，下面哥哥比我吃的多啊，much，OK，哥哥吃的啊，哥哥比我吃的多，OK，好，下面最后一个。爸爸比妈妈做饭做得好，对不对？哎，这里呢，我们就不说很好，it's not 很好，我们只说好。OK，好，非常棒。好的，那么下面，哎，我们来看一下 pronunciation 啊，pronunciation，选择问句的句调啊，选择问题 intonation of an alternative。Question，选择问句的语调，句中供选择的部分重读，the alternatives are stressed。啊，句中这个供选择的部分是重读的。好，the former is a bit slow in a raising intonation, and the latter is falling intonation。啊，它是一个前一部分，它是读升调 raising，语速它是较慢的。后一部分读降调，哎，它是一个降。好，那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哎，米饭 rice，面条 noodles，它是可选择的部分 alternatives，对不对？alternatives。那么这里呢，它是重读的。好，那么我们来一起读一下啊，feel that。你喜欢吃米饭啊？米饭，rice，
米饭还是吃面条？啊，I can feel that。你喜欢吃米饭还是吃面条？啊，do you like rice or noodles？好，我们再来读一遍。你喜欢吃米饭还是吃面条？对不对？OK，好。那么下面，今天啊，today 或和明天 tomorrow 啊，这里是一个 alternatives 可供选择的。好，我们一起来读。你想今天去还是明天去？啊，do you want today or tomorrow go？你想今天去还是明天去？OK，好，非常棒。好的，下面第三个，你去学校是开车还是坐车？啊，OK，好，good。你去学校是开车还是坐车？哎，do you drive or take bus? Take taxi。好，你去学校是开车还是坐车？啊，好，非常棒。好的，那么后面，哎，我们来看一下 characters 啊，这里是一个纸字旁啊，纸字旁。Theoretical 纸 is related to toes 啊，跟你的脚趾是有关的。纸，好，那么我们来看第一个汉字啊，第一个 character。哎，第一个就是纸，对不对？OK，纸，纸，OK，where？OK，I write 脚趾。Your foot toes 脚趾，好，这里呢就是，哎，这里我们一起来写一下啊，纸对不对？纸，哎，纸，脚趾 your toes 你的脚趾 your toes，好，非常棒。好的，那么看第二个啊，第二个，OK，I write here。不，哎，不，不，哎，不，step，不，几步，哎，几步，how many steps？几步，哎，OK，it's also related to your foot toes，right？Related to foot，好，这里呢，纸，对不对？OK，纸，纸字旁。好，这是不，哎，不 step，OK，、okay, 好，那么我们来看第二个，同啊，同字头，同，usually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relations among or images of things，一般与一些这个事物的关系和形象有关。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例子啊。Maybe it's abstract, right? Okay. 好，我们来看一下。Okay, right here. 第一个，同。哎，同，same。哎，我们经常说同样啊，the pronunciation is same, right? 我们刚才就说了同样，同样。Okay, where's the radical? It looks like a building, right? Like a building. 好，but it's not related to it. 同，哎，同。It's like a door. Okay, right? 好，跟门长得很像，对不对？It looks same with 门，but it's different. 啊，这里它是，it's closed. Okay, it's closed, but This is open, right? 啊，它这里是开着的。OK，这里啊，它这里，哎，it's open, but it's closed, right? 啊，it's different. 啊，remember it. 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
我们现在的是互联网 Internet，对不对？哎，我写在这里啊，right here。我们现在就经常说互联网 Internet，Internet 互联网。哎，网，it means 蜘蛛网。哎，spider，spider，蜘蛛网。哎，can you imagine it？蜘蛛网。哎，网，对不对？网。好，那么它的 radical is here。哎，这里对不对？Here，哎，网 net spider，image the spider，哎，互联网 internet，好，那么我们现在就学完了今天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啊，rehearsal 复习一下。How is too much？好，这里第一个就是这个程度补语的，哎的主语。加动词加的，哎，加形容词，OK。然后是这个，把这个提前，哎，把宾语提前，主语加动词加宾语，哎，加动词加的，加 adjective 形容词。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否定 negative form，哎，negative form。他说的不好，我起的不早，哎，negative form。还有就是他说汉语说的不好，哦，it's two forms。OK，好。哎，最后就是这个好不好，早不早，哎，远不远，it's two forms。Remember it。好，这个就是比，他比我学的好，他学的。比我好啊，two forms，OK、okay。后面呢就是我们这个 pronunciation 啊，alternatives are stressed 啊，下课自己再来啊，feel that，OK、okay。哎，还有这个纸，对不对？纸，还有这个铜，好的。哎，今天现在呢就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内容啊，后面呢我们要复习之前学过的 what we learned before。And what we learned today, let's rehearsal it. Okay, 好，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啦，拜拜。哎，再见，下节课再见吧，拜拜。